是华中高中部2015年毕业的。我是2012年毕业的。2014年华中国际学校毕业的。2005华中毕业。1992年啊，毕业自华侨中学。我是1985年华侨中学毕业。我是1987年华中毕业。1975年毕业。68年。1968年。1966年。1960年。1961年。是1963年。1961年。1960年高三毕业。1958年。1960年高中毕业。我是校园会的资深会员，肯定的。我今年83岁，差不多要去了。1919年，陈嘉庚先生登高一呼，获得了各地华商领袖的大力响应，在这地处世界中枢的岛国上，成立了第一所华人中学——南洋华侨中学。那其实华中当年呢，可以算是东南亚啊为华人子弟开办的这个学府了。根据考究呢，我们1922年第一批华中毕业的学生当中呢，就除了本地的新加坡的学生，啊，也有来自英属马来亚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甚至缅甸啊仰光的学生。那时候毕业以后，他们很怀念在华中的生活，便在学校成立南天学友会。后来就是碰到世界大战了，整个华中就是给日本军队占领，我们的那个钟楼呢是日军 commander 的办公室，所以华中就停办了。1945年以后日本投降，华中才开始复课。听我父亲说，那时候他叫他的同班好几个同学讨论，就是要恢复华中校友会，如果他们没有开始的话，可能要等到50年或者60年以后人数多的时候才创办这个校友会，也不一定，也不一定。45、46年校友会正式在成立，那么46年以后也算是流离失所了，也搬了好几个地方，从最早的大波张翻林街。那么应该是60年代吧，搬到甚至牙龙六巷。60年代啊，新加坡发生陆陆续续的学潮，包括了这个中式罢考。那么在校园里面有这个纠察队啊，政府认为是非法活动嘛，所以就很多被抓，很多校友会参与这个活动的都被关闭。华中校友会曾经停过一段时间，没有活动，但是没有被关闭，啊，这是唯一的没有被关闭的校友会，也是最长命的校友会。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的校友都在讲，为什么华中会没有被关呢？以前的校会好像是有一点，应该怎么说啊？这要归功于这个陈龙的。那个时候啊，是陈龙德先生做会长，但是他活动很少，校友就不参与各种活动，不参与各种活动，那内政部就以为华中校友会没什么，所以就逃过一劫。所以我们很感谢那个老会长陈龙德，他是在任最久的，等20年的老会长，他就是带领这批人，主要是在那边猜猜麻将啦、喝茶聊天啦、吃饭啦，这个算是有意也算是无意了，这避过了被关闭的这个，这个窝印。我们是1988年参加校友会，刚好我们两个一起。
我们参加是在 Murray Street， 那么大概是1988年呢就搬回来学校的临时会所，应该是89年搬进来吧，不记得了，88还是89是差不多了，这是89、大概应该是1989年搬回来，就在鼎昌楼这个地方，那时候是一个学生宿舍，这个学生宿舍底下有餐厅，就把餐厅里面的一段隔起来当作临时会所，就是这样简单的。因为我们在临时会所的地方就有200尺，每次开会的时候呢要借用宿舍的餐厅，就比较没有那么方便，或者是借用学校的课室。那么1989年的时候呢，学校在建游泳池跟游泳池旁边的2层楼的游泳池大厦，有游泳池是当时我们那个年代的想了很久的想了很久，所以华中就想100万就拿来建游泳池，想不到他建到一半了钱不够，所以荒废在那边差不多整整一年，所以我们双镇州当时讲要不然我们出钱建了给学校用，那我们就请建筑师也同时筹款，当初呢就是建好2层楼的游泳池大厦，那么呢庄守筹跟校友会的意思呢是我们在2层楼上面加多一层，3层楼大概5000尺的地方给校友会用，那么我们也帮学校完成了整个游泳池大厦的建筑，校友会在1992年搬入比较像样的会所了，也等于差不多落叶归根回到学校。当年我加入校友会的时候，就是在90年代末。校友会那时候的会所就是过去的老会所。当年的话，就是因为会所旧了，维修费用高，常常有漏水啊，各方面的东西，种种的原因呢，我们就后来就决定说，我们必要把这个校友会来一个重建。2011年，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所谓的修缮计划。不过因为成本太高，超越了我们能够承受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跟董事局商量，跟国际学校合作，让学校用现有的设施，然后一些多余的设施我们可以用，所以大家都互补情况下，所以也产生了这个重建的一个概念。2013年。华中校友会、华侨中学和华中国际学校签署了3方协议。华中校友会将拥有游泳池大厦的63年使用权让出，用来扩建华中国际学校校舍。2015年，两座崭新的大楼落成，一座是华中董事部大楼，华中校友会秘书处和活动场所就在这栋大楼里；另一座是国际学校教学楼。为了纪念华中校友会前会长庄生筹先生，这座教学楼命名为庄生筹大楼。我是在2015年，当这个会所建好了之后，我就把整个棒子交给了黄荣金现有的会长。我是1990年加入华中校友会，从当时的普通理事做到福利股主任、副会长，直到2016年作为华中校友会会长到今天，所以我在华中校友会一共服务了33年，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校友会在外面流荡了很久，就是到了1989年才正式搬回母校。校友会回来母校是很重要的，我们跟母校的关系会比较融洽，比较直接，很多活动我们都互相联合的主办，也给在籍的学生知道我们有个校友会在里面。在我们搬进来之前，我们大家都以为华中校友会是在1947年成立的，这是我们一般都认为。我们懂历史很久，因为华中成立1919年，真正校友会成立几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我看详细的情形应该再问前辈吧。这个因为当时也没有人知道嘛，因为我们毕竟是年轻一辈啊。一直到一位老校友提出了
其实呢，华中校友会在更早的时候已经成立过。90年代以前，校友会都以为校友委会是1947年成立的，直到我发现，1989年陈树的老学长送我两本非常珍贵的校委会纪念特刊，在30周年纪念特刊。陈龙的会长他说，华中校友会是在1946年重新筹备组织，而1947年成立活动，而且有档案编号是5824期。哇，那个档案写得一清二楚，华中校友会是1923年。9月11日注册。终于把事实找出来了，感到十分欣慰，就是这样。当时是也颇有惊讶了，也觉得有点沉重。那校委走过了那么多风风雨雨的日子，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因为我们的岁数已经加了。当我知道我们校友会是1923年，我感到有点惊讶啊！我们历史也这么久了，所以今年100年是值得我们庆祝的日子。这个是100周年，我们做来纪念的。这一个呢，这个是我们的纽扣。学长来了，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这里的一名典藏管理师，我叫 Ellery。 看到你们已经看完了你们的校徽，让我来带你们去看最后一个校徽，是在我们的 National Heritage Board 里面的一个收藏。还有新的发现，还有新的发现。因为这是非常珍贵的收藏，所以我们只能用手套来触摸它。看到华中的字。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哪一个年代的。早期的话都是这些，是没有那个火炬的。不过这个是火炬的，根据我们的记录，应该是在30年代的时候就有火炬的。因为我们读书的时候都是用这个嘛，对不对？那时候已经有火炬，所以这个应该估计就是在30年代的时候才会有的。Surprise， 真没见过，真的没见过。我是在2017年出任华侨中学校长到今天。那谈到华中的校长，其实一位大家都非常敬重跟敬佩的一位校长，就是杜慧生校长。杜慧生校长他加入华中大家庭的时候呢，当时也是在非常艰难的那个情况底下。那作为我们的校友，我想他最大的贡献也是能够凝聚整个华中家庭呢，把华中的精神带起来，让我们华中呢能够走向一个世界级的这个学府，所以他的贡献是非常的重大的。当时是董事部从伊朗中学那边邀请我以校友身份回来做校长，发展学校，因为前面很乱嘛，这是一个责任啊，成为一个校友，要把学校母校啊再振作起来，这个最大的责任。校友会他们也有责任，要跟我一起啊把学校搞好起来，就是这样。那个最让人家难忘的是啊。我记得我们当时是在大巴窑校友的餐厅啊，那边筹款。
1989年大坝窑幸福楼筹款活动，那天晚上是幸福楼的老板报效全部的宴席，还有我们那时会长庄生筹所筹办的。各位校友，各位同学，当时筹款的时候，我跟杨友瑞学长是当晚的司仪了，但是我们发动说至少一个出席的人能够出1000块。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孙筹就响应，第一个出了30万左右了，后来其他的校友在我们的鼓动下每个人都捐了，那么连那个潘新华记者也他来采访的时候也出钱，也出了1000块。潘新华是一个外人，他就受这个气氛啊感动，你忘不了的啊，外人都这样支持学校了啊。所以我们一直在台上鼓励鼓动，尽量筹啦筹啦，到差不多要完的时候啊，就超过100万了，超过一点点。但是都没想到的，我们也不是刻意去设计要多少钱，我们也没有刻意说叫校友会什么，他们自动的要帮我们推动校务嘛，这个就是最感动的一回事情嘛。我做校长，我是不是要把事情做好？校友会看到有需要，在帮忙着啊！啊，我们事实也证明了，今天校舍有这样多，我们的确也做到了。那在2000年过后呢，我们的校舍翻新计划都已完成了，校友会呢就不再是以巨大的这种捐款方式呢来资助我们学校，而是以这个涓涓细流的这个方式。那校友会就从各方面呢坚持不懈的，就是对母校呢表达这种关心了。比如说，每年呢校友会就会筹办这个校庆的活动，他们也会设立各类的这个奖学金给我们的学弟学妹。非常感谢华中校友会颁发给我这个砥砺自强奖。我觉得其实我跟其他人比不是说有特别什么优势，大多数的学生的成绩都是挺好的，但是可能因为砥砺自强奖，砥砺的含义就是磨练吧，可能就是希望把奖颁发给经历过不一样经验的同学。其实我把这笔奖金捐给了华中的学生教育基金，因为我非常感激就是学校跟之前周围的人一直以来的经济协助，所以我就希望能把这笔钱也能让其他从贫困家庭的学生获益。这其实是要感谢华中的教育吧，就是饮水思源的这个精神。1998年，我在华中高中毕业。在60年代呢，加入校友会的人啊不多，经常去的大概10个啦。那么人数不多啊，跟选这个地方有一点关系啦。比较讲究身份的人，可能就不愿意到那边去走动。那么为什么呢？等一下有机会我们再讲一下。在70年代初，常常会给人家讲，哎呀，去那边打麻将，不是啦，去那边看女孩子啦，所以呢，不得不搬啦。因为鸡浪哦，鸡浪就是龙鬼蛇神都有的地方了，那么这一条街也是属于啊，娼妓很活跃的地方。那么华中校友会啊所用的那个会所底下呢就是一个娼寮啦，那么偶然呢能够听到一些人来人往啊甚至鸡跟鸡相骂，乌龟跟乌龟打架的事啊有时候也会听到啦，因为会所是在
芽龙这样的地方啊，啊，所以去的人不多。当然啦、啊，是华中校友会都是男生啊，因为华中的毕业生都是男生啊，唯一的就是一些活动有他们的太太、他们的子女参加嘛。那么后来就是有了初级学院，初级学院就有了女生。我是1974年进入华初的，那是华初开办以后第一届开始也收女生，啊，1975年毕业的。据我了解，1976年，当时校友会的会长陈龙德学长，他改了章程，把校友会的名称从华侨中学校友会改为华中校友会。很主要原因是因为1975年开始有女生毕业生，所以改为华中校友会以后呢，就可以开始收华中初级学院的女生。本人代表华中校友会来参加这个盛典，感到非常高兴。首先欢迎大家今天晚上多隆出席。那个时候，1990年代初，对我同届的很多朋友来讲的话，华中校友会当时候在社会的一个形象，就是一个比较年长的一个俱乐部了。那边活动的元老们都是在社会上蛮有成就的，啊，是有点会觉得啊高不可攀。我刚加入校友会的时候，就是爸爸那边的叔叔伯伯长辈们，跑跑腿啦，做些他们可能做了比较辛苦的一些东西啦。自从2005年成立了华中国际学校以后，现在华中校友会也开始有一些华中国际学校的毕业生加入校友会。So Hu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started in 2005, and I joined the school in 2009. Within the Hua Chong family, Hua Chong International is the youngest and also the smallest. And I feel like it'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us to have a voice that will truly reflect the opinions of the Hu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students. 华中校友会走过百年岁月，如今已有超过5000名会员。校友会自成立以来，就在招收会员上面对各种挑战。所幸，2016年上任的理事积极修改章程，调整会员招收制度，吸收毕业的华中儿女参加校友会，会员人数才能稳定增长。2017年，我们修改了章程之后，会员制分成三个种类：永久会员、普通会员和准会员。在新的制度下，准会员你必须要跟华中有关系的，永久会员跟普通会员只供校友申请。会员制改革之后呢，理事会也很积极地去发展更多的活动项目，会员数目制就很稳健的发展，年龄也有年轻化的现象，就是有一些是刚毕业的或者就即将毕业的人也开始加入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吸引了他们加入。校会发展到现在有差不多20多个活动，其实我们也想把它逐步的增加，办更多的活动。其实我在中一开始就是华中的排球队，可能中一的时候我的个子比较高嘛，所以老师就说你孩子你打排球，可能当年个子比较壮，所以就被老师挑选到参加排球队。其实我们排球队的教练大多数都是毕了业的学长，所以他们都是义务回来教球的，这是我们排球队的传统。华中的排球队在60年代60到63年，我们全新加坡校际公开赛，我们华中都是名列前茅。那么老师就挑选了校队里面的几个球员，就加入了华中的校友会排球队。
那个时候我们年轻嘛，什么地方有球打，我们什么地方就去了。因为我当时年纪小嘛，他们都很照顾我，有的吃的话我就吃最多了，因为剩下的都是叫我要多吃多吃了，所以我都是好像被受宠的一个小弟弟了。我毕了业之后，其实都一直在跟一群学长和学弟以华中校友的名义在外面打球，可是当时我们都不是校友会的会员，所以其实也不算是校友会的排球队。就有一天我们就谈到怎样继续把校友排球队维持下去，然后就说不然我们去找校友会谈一谈，可不可以把这个排球队作为一个校友会的一个活动之一。So at that point in time, I think Ming Chong did say that it would be a very good idea.I think there were more perks to joining, like if we need additional help from the school to get the grounds or maybe additional funding, 校友会 was there to assist us. 所以呢，我们在2017年就正式成立了这个华中校友排球队的活动组。So I joined the volleyball association, volleyball association, the Hua Chong volleyball association. Oh my gosh, what am I saying? Okay. In the past, when I was still schooling, there were alumni coming back, different gender, different batches. It used to be like, oh, I just want to run away from the court when they're spiking. Just like stand in the corner and like not get hit by them. Yeah, and it's not only the seniors that are teaching the juniors. Actually, the juniors also teach us like some of their slang, like their Gen Z slang. Yeah, which I have no idea of. Like goated. Actually, I what is goated? Ah, there we go. Greatest of all time.2020年是第一支团拜的时候演出，对，然后那个时候刚刚成立没多久，我是2019年年底的时候加入校友会的。当时我了解的是说校友会一直想要办一个舞蹈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校友，更多女生可以加入的项目。然后像比如我们本身之前在高中部的时候的课外活动就是舞蹈团，嗯，这样也是可以延续之前的这个 CCA， 毕业了之后还可以在校友会这边继续。嗯，对，校友会舞蹈团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你可以每个星期回来看到你所有的朋友的一个好机会。我们也想保留那种对学校跟对舞蹈的那个很单纯的热爱。校友会其实帮助我们很多，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校友会的展厅，而且包括我们平时的这些费用，还有服装。首先这方面校友会就是真的是不遗余力啦，我可以这样子讲，我们也蛮感动的，真的是。然后另外也是像比如说我们那些契机演出，对机会，对演出的机会，对其他的比如校庆啊，因为像我们跳舞嘛，就是排练完了都是要上台，要给人家看，这些提供了很多可以给我们演出的机会，对舞蹈员来讲是很重要的。对于这个华中校友会舞蹈团的期望来说。因为我们从去年加入了新的现代舞跟街舞嘛，然后我们从今年的七月开始会办舞蹈专场，第一次对外对公众演出，然后也是受到我们的学长学姐的启发，就是合唱团那边，他们是1996年成立的，比我还大，他没有出生那个时候，对，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庆祝我们的20周年，甚至更久，对。说起合唱团的组织，可以说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在1996年，华中校友会改选，原会长是庄生筹学长。就在选出了会长以后呢，他就在站起来的时候就说：“我希望说校友会能够组织一个百人合唱团。”这个无形中就抛了一个任务来给我们新的理事。
对于合唱团方面，我是一张白纸，什么都不懂。幸亏呢，是我们的这些理事呢，他们认识许教授，所以就请许教授来主持这个合唱团的成立跟他的发展。华中是我的母校啊，这个任务我是应该担起来的啦，我就马上接受了，立马接受了。几个月以后，我们在11月3号就举行一个成立的演唱会，把我们这几个月呢练习的一些歌曲呢呈现给我们的听众。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一天呢，湖领队呢就告诉我说，有一位校友呢找到一首华中的旧校歌，应该是在1938年之前就有的啦。坦白说，我看了之后，我就立马就跟歌词看一两遍，然后旋律也哼一下，好哼一下。我把这个呢带到我们的合唱团。我们大家一起练，那么在钢伴的配合下，我们越唱好像越有味道啊，他越唱越喜欢了。新旧两首校歌你来对比的话，风格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他的目的就是一样，就是在鼓励这些学生呢，面对说将来的社会啊，要怎么样的充实自己。这一点呢是两首校歌都有的。当初加入校会的时候，只是想把排球这块搞好，之后就开始参与一些其他的活动。看到学长们都很用心、很尽力的去把每一件活动做得很好，那时候我也是受到感动，然后就开始加入他们的团队。各位来宾、各位学长，团拜是校友会的传统，也是校会年度重要的活动之一。校会在1957年就开始主办新春团拜了。听说以前的新春团拜都是以聚餐的方式，可是近几年来呢，我们都是会有一个演出之后才聚餐。新春团拜对我们校友会来说，这个是我们一直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庆典节目。在籍的学生、离校的学长们，大家都一起来参与，然后我们能把我们这些精神传承下去，也能把我们这些传统的文化让下一代发扬下去。我们华中校友会排球队也有另外一个传统，就是每年的人日，在农历年的初七都会有一个聚餐。1890年代其实他们也有聚，不过可能没有一个连贯性的，感触很深啊。每次聚餐完了之后，都觉得说希望能把这个传统一直办下去。当时跟学弟们谈过这件事后，他们的反应都非常的活跃，然后大家都很兴奋，希望能把这个每年的聚餐越做越好，越做越大。It's a very important place to me now. I really appreciate this platform where like young and old can exchange knowledge and show support to one another, which we are very thankful for. Like. 校友会除了是一个校友们联系的平台，每一年也同学校一起协办好几项庆典，
其中一个庆典就是每年3月21日的校庆。1951年，父亲郑安伦校长就是看到每年3月21日都有校友回校，就决定把3月21日作为校友回校日。父亲郑安伦校长在当华中校长那几年呢，每一天都有写工作日记的习惯。在1961年，他日记中有这么说：校友会赠送了一个大礼，就是大钟楼的大钟给学校，我们很感谢校友的帮忙。校友会每年和学校协办多项庆典，最受瞩目呢就是校庆万人宴。这个要从1977年校友会创会3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搞这个千人宴，搞了千人宴反应非常的好，后来连续几年搞了千人宴，到了1979年华中创校60周年的时候，董事部就委托校友会来搞一个万人宴。因为这个是在新加坡历史里面是第一次有万人宴，而且是在校内举办的一个盛大的宴会，整个筹备的工作差不多要花了2个月的时间。如果当初没有校友会自发的来帮助，我看这个万人宴是比较难成型。这个是第一次我们搞万人宴，那么接着下来呢，好多万人宴就开始了。1989年的时候，学校70周年校庆了，当时呢，我庆幸被委派作为小组主席了。这个万人宴呢，怎么号召他们来出席了？我们除了在我们本地的毕业同学之外呢，我们还把海外的同学啊也邀请他们来参加这个盛会。所以当时50年代、60年代的同学啊，不少在中国了，他们也在当地成立校友会。那再有一些是马来西亚的校友了，我们又出钱又出力把他们招引过来，他们也很高兴，结果都很热烈的来参加。有了这个开头以后呢，之后的80、90甚至100年纪念呢，他们都有来参加。2019年3月21日，校友会举办百年校庆万人宴，约12500人参加，创下新加坡纪录大全最多参与者的聚会的纪录。这是华中校友会自1979年举办万人宴以来，首次超过10000人在校园内共襄盛举，实现了10000人参加宴会的目标。当时我们就是要做的好像有一个嘉年华的那种气氛，所以我们在校园里面挂了很多的那些灯，然后烟花呢，是因为我们要有更像嘉年华的那个气氛。那天晚上有点天不作美，就是下大雨，每个学长都淋得湿湿的，心情当然是很失落，因为那个是我们的那个压轴节目，为了安全考量，可能要取消那个烟花的节目。但后来过了8点多，哇，天晴了，所以烟花也顺利的放，所以也是第一次在校园里放烟花。那个第一把烟花放上去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校庆的工作都达到它的最高点。能参与这一次的校庆工作，我真的是很开心。我念书的时候没有升旗礼，升旗礼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后才有的。那其实我们华中的升旗礼啊，跟其他学校比起呢，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Maris, Sedi, Ya， 就是我们的升旗礼呢，是由我们的同乐队在现场啊演奏我们的国歌跟那个校歌。用同乐队打鼓，哇，场面简直
壮观雄伟。我觉得这种对整个学生的一种爱校精神，其实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华中校友会就好像可以延续我中学的生活，没有中断过。我这样的感觉就是说，好像从华中毕业出来就有一种自豪感。校友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能够让昔日同窗们聚集在一起交流叙旧。很多校友问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校友会，我每次给他们的答案就是，当华中收你做学生的时候，也没有问为什么要收你。来参加校友会，你只有付出，不过这个付出是值得的，因为你看到现有学生得到了一些成果，你会很欣慰的。我参加校友会的原因，也是希望能够延续我父亲爱华中的一个感情。参加校友会，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使我一生充满着光彩。华中校会对我的意义，当然这个意义是不懂要怎么讲，一言难尽啊。希望接下来我的学弟学妹们把校会的一些活动搞得更好，比我们做得更好。那我希望我们华中校友会呢能够历久弥新，也跟母校为下一个100年呢共同的奋斗，共同的迈进。